正式公布2300 H 球拍，它是在公布 Hexagon Series 里面是属于高档球拍之一。是日本第二大羽毛球牌子，目前有泰国的 Mixed Double Suget 和 Serali 在用这支球拍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支球拍。这支球拍的主要颜色是红色，而它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六角形科技，等下我会再讲解它的功能。在 Gato 里面说，这支球拍是属于攻击型球拍，头会比较重，中管也比较硬，但在我试用过后觉得它的头不会太重，中管也不会太硬，是属于全面性球拍。它的重量大约是在 87g 左右，它的中管 kick point 会比较高，因为它的六角形科技把它的 kick point 移高，这样球员杀球会比较尖也比较爽。在 Gato 里面说它的 tension 可以拉到30磅，但在我观察经验觉得这支球拍可以拿到32磅。要选用这支球拍的人手力一定要够，才可以完全控制好这支球拍。手力不够的人可以再锻炼锻炼再选用这支球拍。总结来说，公布 2300H 球拍是属于全面性球拍，攻击杀球爽，防守也不错，值得考虑。谢谢。